香菇的头把它撕一撕，就这样把它撕一撕，少许的面粉，少许的粉，对，番薯粉，番薯粉，加少许的番薯粉，弄到有点干干的。三大匙的油，给它煮，给它加热，加热。给它煮滚，煮到开了，丢进去，炸，开盖子。香菇头已经变色了，酥脆了，那我们就可以装盘了，漂亮。好了，味淋少许，和风酱少许，炸香菇头，这样沾起来很好吃哦，吃看看，用徒手吃啊，很好吃，很有日本和风味，天妇罗的味道哦，这样沾起来很好吃哦，吃看看，用徒手吃啊。Thank you.